嗯，我敬哥。嗯，好，狗粮没啥是营养，走，我们回去继续搞。来啦，来打扰一下，你的，谢谢。这个是组长的，谢谢。给大家一人准备了一杯咖啡，还有一杯果茶。我还做了三款蛋糕，大家都尝尝。这个是单独送给你的巧克力冰淇淋。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巧克力？大家喜欢吃什么我都知道。霍生喜欢吃芒果，彭千帆喜欢吃蓝莓，组长喜欢吃甜的，喝拿铁都得加两块糖。你们两个喜欢喝冷萃，霍生喜欢喝美式。那大家就先聊着，我们去忙了啊。好，谢谢。拜拜拜拜，来来吧，东西都上了，咱们开会。好。林拓，讲讲你的想法。好。 来嘛，这次我请客，下次您再买。行，那就谢谢了。没有没有，但是办卡不能你也请客。这样哈，我办一张5000块钱的卡，每天定您下午茶，外卖送到即将，我木五个人等，吃什么你安排。好的好的，那我每天下午再额外送您花茶。好，成交。谢谢组长。林拓，哎，你就不用回公司了，直接下班。 明天一大早去碰你，回来跟你做饭。好，哎，谢谢光临，谢谢组长，慢走啊，组长，组长慢走啊，拜拜，慢走，小丽，小丽，来，这个送你的，谢谢你照顾林特，不客气，谢谢，吃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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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，坐，啊，老板，来，让我犒劳犒劳你，累了吧？ 普通肩膀，对我要是这点小忙，我就能帮到您，那我可真是有大用处。我觉得你们那组长看着还挺好的呀，也不凶嘛。嗯，他最近对我是挺好，而且为什么呀？他让我自己对接项目。真的呀？那也太好了吧！来，我敬哥。好。 狗粮没啥子营养，走，我们回去继续搞。钱，钱，继续啊，继续。够钱了，够钱了，快点。累了吧？还行，给我捏捏。嗯，哪酸？这儿，这儿，这儿都酸啊。都酸，你想喝啥？